别走了，你给我站住！把刀给我！可是我。 水源，马老板，他是唯一能找到水源的人。他要出了什么意外，我们就真的出不去了。就说吧，那座沙丘，翻过去就用孩子，翻过去就看到了。 来，男医生，刀床急诊外伤，知道了。张日山是吧？刀伤加炸伤，你是一边放炮仗一边磨刀吗？医生。 怎么受伤的？炒菜锅炸了。那这刀伤呢？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本地人。嗯。一个人生活。 你问这个干嘛？没什么。在这边。哎，往他们哪儿走啊？啊，找水呀！找个屁水！这么远的找着水了吗？这边有孩子。 哪儿有孩子？有孩子都被盗，别再放屁了！刚才你不是说孩子在沙丘后边吗？哪儿呢？刚才我都是瞎说的。你们敢骗我是不是？啊！我也想活命啊！不要磨蹭了，一会儿沙尘暴来了。哪儿沙尘暴？我都看不见。就是因为沙尘暴的风，我才能闻到孩子的味道。什么沙尘暴？水！我们现在要喝水，你带我们去找水啊！ 大家就相信马二拉吧！你们少废话！快跑！沙尘暴，快跑！别乱！来个避风头躲一下！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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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找到队！
你以后就别做，小心一些。我见过你。哎，太老土了吧！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会用这样的借口了。好了，你可以去结账了。我没带钱。我可以借给你啊，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 好啊，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破例一次。 你可以去交费了。走。我呢，平时工作挺忙的，经常回加班。你要是想联系我，可以中午。有时候中午我会有空。中午要睡美容觉，谁来都不见，梁医生，这是你说的。 小毛，他不一样，他是患者。张先生，你的手要是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巨星来了都得挂号排队，梁医生这也是你说的。小毛，他不一样，他是患者。还有多久能办完？啊。 还有多久能办完？好了，下次还给你。下次，他说下次，好帅啊！哎，他帅不帅？是很帅。帅，你还拆我台？ 我有吗？有，小毛，我告诉你啊，下次我跟帅哥搭讪的时候，你要再敢拆我的台，我不给你介绍女朋友。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 没事吧？没事。老兵拉不见了。老兵拉不见了。他大爷的，这小母老不见，我们去哪儿找水啊？他不会死了吧？这片沙漠对马尔拉来说就是他的家，我们都能躲过沙暴。 他不会逃不出去的。都听见了，马日拉不见了，王八蛋，把刀给我！老头，你有病吧你？还记得吗，小子？当初我拿刀逼着他找水源，你是怎么说的？ 就好像这一切你都知道一样，每逢出事都有你。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安的什么心？毛毛年，你先杀了他，然后再杀了我。
最后把所有人都杀了。啥？动手啊！马老板，都给我吧。现在怎么办？马日拉是最熟悉这片沙漠的人，没有他，我也没有把握能够走出去。我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希望他之前说的是真的。那个方向有孩子。你信他吗？我信。忙完了，一起吃点吧。不吃了，没有胃口。你把我客房的地板糟蹋成这样，解释一下吧。我又不是不会赔给你。稍后我会把赔偿的价格发给你。尹老板，你这样良心不会痛吗？你自找的。你不让别人插手吴山居的事儿，自己却往里掺和，你说你是不是活该？尹老板，你平常不是只谈生意吗？说过是闲聊的话，那我走了。你的手不疼了？如今时代变了，九门其他几家公司都在掌管自己的生意，难道你还想重新出山不成？我只是念旧情，帮狗五爷一个忙而已。帮忙？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件事情可不只是帮忙那么简单。像刚才那件事情，你一旦插手，以后还会有很多。只要你插手进去，到时候再想翻身，就不可能了。我张日山是那种怕事的人吗？什么时候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是我的作风了？你可别忘了，当年汪家是想干什么？我没忘，他们想控制我们所有人。这笔生意怎么看
都是个赔本买卖，亏了就别想再翻身了。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会用钱衡量的。你对佛爷还是那么忠诚，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想着完成他的想法。我还有些事情，我先走了。不送。为什么来找我啊？你在帮吴邪？我没有啊。插手古铜琴的事，你就是在帮吴邪。哦，原来你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是不会放。那你们试试吧。醒了呀，蒙哥，我们现在在哪儿啊？哦，当地人家里。慢点喝。哎，哎呦，这黑黑圆圆的是什么？羊粪蛋子。羊粪蛋子？嗯。羊粪。别大惊小怪的，这个是当地人的土办法。我们缺水太久了，不能一下子喝太多。这个羊粪蛋子呢，就提防你一下子喝水喝太急了。而且这些羊啊，都是吃海边植物长大的。哎呀，做个比喻吧，猫屎咖啡，你明白吧？味道还不错啊。变态，变态。小孩儿，看什么呀？露露，露露。你醒了。那个，您就是您把我们救回来的吧？不是我，是我儿子嘎鲁，是他把你们驮回来的。你儿子？一会儿你出去就能见到他了。我们这地方偏，常年也见不到几个人。他一见到人，就会开心的带回来，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请问你们这儿厕所在哪儿啊？我们这都是旱厕，你出去到后面自己找个地方解决吧。啊。哎，不过你不要走太远啊，我们这方圆几百公里就我们这一户人家。这我知道。
脏，你才脏呢！天哪，你有病吧？我撒个尿你都吓我，这也怪我。掏什么呢？你进人家地窖干什么呀？里头有什么？没什么。哎，李叔，记得洗手。你是那个救我们的嘎鲁吧？爹！陈奈，别打了你！爹！哎，你！没见过水喝啊。奶茶来了，喝点茶吧。怎么了？恶心。不哭，没事。不哭，乖啊，不哭。他拿羊粪蛋子打我，这能防卫吗？没事儿，小孩子闹着玩。你不是最喜欢家里边人多了吗？来这么多人，你不高兴了？没救那人，哎，哥爷。大姐啊，他是您儿子啊？是啊，你们是不是看着我这年龄不像有这么大儿子的人呀？对。我们这儿的人结婚早，我男人去的又早。所以我们家就我们俩人。就是他从沉默把我们救出来的。是，他去找骆驼发现了你们。小兄弟，谢谢你啊。您慢慢喝，饭马上就好了。苏楠，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发呀？我们现在所有的物资都没有了，我需要时间准备，大家也需要时间恢复状态。好吧，那就休整两天。缺什么问他们要，他们不都有吗？西鹅，玩去陪我玩去，陪我吃啥？走，走，走，姐姐姐。咋了，叶子？疼。老板，哪疼啊？打这么昏的水会疼吗？可能是长期缺水造成的吧。我喝完水有点疼，你不疼吗？我不疼啊。你们年龄相仿，志趣也相投，哎呀，果然是一路人啊！你才相仿呢，相投，你全家都相投。你现在是一点也不怕我了，是不是？啊？
吴老板，有一件事。说。你把我带来，就是为了让我当活地图。可最近，我的背已经快长好了。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地儿，你不会到时候又把我的背挑开一次吧？在你的背长好之前，我一定会找到地方。而且你背上的图，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重要的信息我已经都记下来了。放心，不会让你再受一次罪的。你是不是不需要我了？哎，要不你干脆放我回家吧。现在还不行。哎，为什么？小心苏日格。啊？他有什么问题？我现在还不能说。不过你一定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在防备他们。为什么？啊！起来！起来了！起来了！想活命，就按我说的做。哎，姐。快吃饭。哎，姐。各位老板，吃的怎么样？嗯，挺好，挺好。来，喝茶。谢谢啊。对。来，敬马日拉。喂，干嘛呢？不吃东西啊？你觉得太油腻了，没胃口。哼。啊，你还是不够饿。嗯，谢谢。姑娘，你们这刚从沙漠出来，没有胃口是正常的。来，喝点茶，喝点茶就好了啊。谢谢你啊，老板，有泡面吗？我们这儿没有泡面，只有肉。哎，喝茶，喝茶。你慢慢吃，慢慢喝啊。嘿嘿，这什么东西啊？这儿的东西能不碰尽量不要碰。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别到处乱跑，这家店有问题。给你们送壶水。给你们送壶水，谢谢。姐，水来了，过来。还是少啊，姐。姐，水。把水喝了。你不喝水，就会脱水，变成人干。没事吧？大姐，这到底怎么回事？真也不像感冒啊，这吐都黑水。先把药吃了，看看第二天早上的情况。他这样肯定不是普通的感冒。顾美，你要的热水。谢谢丹姐。不客气。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拍个纪录片搞成这个样子，现在还陷在这种地方。王导，你就别再想拿什么奖了，我看拍我们自己还容易得奖些，现在就只怕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都是个问题，对吧？要是咱们没跟着什么吴邪来就好了。我没逼你们来吧？啊？进沙漠本来就很危险。你们如果还想活着回去，接下来就听我的安排，谁都不许擅自离开，明白了吗？明白了吗？王导也是为了大家好，你们都乖乖听话，咱们一定能够顺利出去的。听话听话，但我们是三岁小孩啊。人要做以智慧思考的芦苇。我只想做一只在家躺着的狼狗。咱们现在怎么办？绝对不能坐以待毙了。再这样下去，咱就跟菜头是一个下场了。也只能指望王导了。指望他也是，要不是王导非要跟着出来，也不能发生这么多事情。送开水啊。谢谢你哈。老马，老马，你看这一路以来，咱们死里逃生多少次？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我就知道你要问什么。看你辛苦多日了，最后一次问吧。老马，如果这回咱们真的尽力了，但还是没找到古铜精，怎么办啊？之前我不是说过吗？找不到我就去死。哎呀，你别这么说，这没找到就没找到呗。哎呦，老马，我真的会一辈子死心塌地的跟着你的，你就放心吧。啊，露露，啊，说实话，这些人你信得过吗？这我也不知道。哎，一个人什么都不知道多幸福啊。我老马这一辈子如履薄冰，到现在把自己逼得墙上骑马，只能进不能退。将来怎么样就看造化了。累一天了，早点歇着吧，我想再坐一会儿。睡前吃两颗啊。谢谢谢谢哈。
哎，别说是我给的。哦，好。这种理由现在已经有人在中国中了。你这是要买单？再来一次吧。我很抱歉，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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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消失的神秘在荒漠里背后的伤痕刀疤印记眼中的火光张亮亮不用客气你的手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直接来找我重新来了就两个不行不好意思究竟是谁被要你对钱不也是没事老板马到您笔下了啊对不起马着呢对不起马着马着你醒了不在点上是吧哦给你送口水是现象之中的反击是长在心中命运里喧嚣起度东梦虚去让你记得太虚孤独的一击千年追寻淡季的神秘魔力前程的冒险有谁和我去偷袭变态啊这是啊这是啊猫屎咖啡没有吧不能说好好好